2017年3月26号，礼拜一，我们这一样是立身体的瑜伽，相对的所有的学员，北京旅行者，刚做完整个动功，现在是静功，透过最自然的安娜巴纳的呼吸方式，每一个人全神贯注，专注在自身，手定结印。由一呼一吸来带动，让我们的内心里面慢慢的从浮躁不安慢慢学会到整个专注。这时候每一个人完全专注在当下，今天整个最重要的如何透过正确的戒律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游戏规则，了解到戒律游戏规则的重要。我们今天举例了整个简单的公案，最重要的从这个公案当中让每个人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回到自身。这时候是整个安娜班纳的整个呼吸，人生是这么自在，有动就有静，有静就有动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。每个星期一都在我们南瞻部洲，整个地球，在台湾，在中部，在丰原，整个中兴路302号，也让每一个人透过简单的立腺体的瑜伽动功，让每个人能够用最基础的阿那巴纳，或者是我们用指观的毗婆舍那，由奢摩他毗婆舍那，到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到整个生命的一回事，从地水火风了解到原来人是这么样子的自然，返璞归真，一切回归白净。这就是我们固定礼拜一所上的瑜伽立腺体瑜伽的一个课程了。简单的在此祝福每个人不断的每天静坐45分钟，整个动中禅，每一个人在生活的当中，日常生活就是最好的禅。刚开始我们在学习当中，尽量让自己每天运动简单的35分钟，不管从自由基的排毒，从走路，从我们简单的泥洼捕食，都是可以让我们深层的毒素给排出来。接下来透过静功，让我们用简单的呼吸阿那巴纳，透过简单的腹部毗婆舍那，让每个人在安静的过程当中，能够透过简单的静坐、简单的运动，将所有的专注应用在日常生活。这就是我们礼拜一的立腺体瑜伽了。一切妙吉祥，祝福每一个人。